现在没有，然后现在是那个头都变形了嘛，舞姿好像没有一样子哦，然后有一些弯曲，哦练太多了，然后就变成说啊，是那拆四肢五四四五个手的面膜要去把它拆掉四个了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一段奏咯，哦就是即兴或是说你们是独奏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来。到最嗨的时候，他会把吉他丢上去，下来用嘴巴含着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还在练呢，还在练呢，练呢。哦，敬畏老师，好，那接下来介绍这位，刚刚大家已经介绍，哦，也是重量级的，哦，那组合演多团，哦，他一生就是要玩团，嗨不嗨？哦，我们介绍呆子老师，好不好？来在 keyboard 啊，来 keyboard 在键盘在乐团里面充当的位置最重要，然后分量最重，因为什么？吉他、贝斯、鼓不行的，全部都在 keyboard。哇，我现在要一个小提琴，马上要调一台小提琴。我现在要一个要一支那个长笛，那马上调一支长笛出来弹。哦，所以说来，让他奏一段，来。它应该有和弦，有独奏哦，跟其他是一样，它是前进型的乐器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鼓励啊！当然，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他在弹七伯那种姿势了，刚才一直写在那边的，当当啊，是吧？哦，要练三点那种姿势，有没有那种出血量？那样我前面敢站着，就没站着哦。但是你在台上，你就是要有这个自信，哦，来拿出来，不要你刚老师讲的，哦，所以说就不用怕表现，你这样才有办法跟你的音乐是结合，好吧？哦，那接下来介绍了，哦，这是蓝魔器管协，哦，也是他们也有自己有一个创作团，是外国人的，很厉害的。哦，那可能我们这次的 ID 里面，我们打算要邀请他们团队来到当中来表演，哦，让大家见识一下，哦，蓝波这款结果，哦，明根老师，哦，来一段，哦，做了吧，哦。最主要也就代表说功力很强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接下来介绍就是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后面这几位老师都有在做外面的兼职的。哦，那这个老师他有在我们台南的乌托邦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听他唱歌。阿甘老师，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他已经在为大家献声了，好，就不用再做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这是我们整个。